先把图片弄到 Photoshop 里面，我们要先调色啊。然后调的话，不是每张都调，就是你觉得最适合做成海报的调就好了。然后要用彩，先选自动，先用彩刀嘛，彩你要自动对比啊，然后调整亮度对比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那个色彩平衡。然后因为他拍的没那么清楚，所以用锐利化，智慧型锐利化。好，Ctrl 加 S 存档。哦，它就是让我让它红的更红，白的更白哈。好，这一张就不错了哈，这个就还好。看一下我们刚才调的哈，然后再编排哈，size 设那个 A4 大小21:29.7。拉尺规哈，
好，先存档。好，把图片拿进来。刚才这个不错。好，它是横的哈。把它调成横的哈。好，然后我们选个配合它的字体哈。然后字体就配合它的那个啊，这样就比较有格调哈，有设计感啊。然后也不要抢走主题哈，所以我们把它用点透明度。好，隐隐约约的哈。好，这样就很漂亮了哈。好，先存档。我觉得这一张不错哈。
哦，这样把资藏在里面哈，这个是最高端的设计哈，然后不会影响到你的画面。